的誓言那么真，句句话儿都在心，放声大哭，为伤痛的心找条路。就算眼泪已干，像花儿一样凋残，绝不放弃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大雁年年在搬迁，今年大雁心儿乱，已被放弃，双翅无力落沙滩。就算落下沙滩，也与恶绝，弱肉强食在林间。启禀相爷，没有找到陈世美的考卷。什么？所有的都查过了吗？都查过了，一张也不曾遗漏。莫非他没有来考试？入场记录里没有陈世美的名字吗？有的，是庞大人亲自帮他搜检的。庞大人？庞虎大人。这就对了。朝阳公主提起过陈世美与庞家有仇，这一定是他们父子搞的鬼。这件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，特别是庞家的人。是。这样，你再回去找找看。遵命。到底是该卖陈世美和公主一个人情，还是直接对付庞文呢？那陈世美虽有一番接触，但也不知是否有真才实学，日后到底能否为老夫所用？先对付庞文要紧。公主，王丞相在书房门口求见。知道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，他说有急事禀报。急事？哟，老臣拜见公主。王丞相请起。丞相找本宫有什么事吗？公主，是关于科考的事。是陈世美的事？公主，恕老臣唐突，自那日公主把陈公子引荐给老臣以后，老臣格外关注陈公子的事情。会考以后，老臣嘱咐考官把陈公子的试卷调来批阅，却发现陈公子的考卷不见了。考卷不见了？是。从记录上看，陈公子确实参加了考试，此事着实蹊跷。老臣想向公主讨个主意。宫中女眷自古不得参与朝政，这个老规矩王丞相不会不知道吧？怎么讨个主意讨到我这无用之人身上来了？王丞相，你应该去问皇上才对呀。皇上？是啊，快点去问皇上吧，免得耽误了。王丞相请。那
老臣告辞。好个老狐狸王延龄，现在来情刻不容缓，凡有感染疫病者速速来报。老人家，看您这样子病得不轻啊，跟我们走吧。不，我不走，这是我家，我死也要死在家里。走，我要死在家里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娘。嘿，你老婆子怎么会让你死呢？我们是受命来控制疫情的，跟我们走，我们管用。走吧。娘，要不你也让我走？我不，我不要像犯人一样被押走，我不走，我宁愿堂堂正正的死在家里，我不走。两位军爷，能不能让我娘不走？能不能把药给我，我在家里煎给她吃？哦，嗯，给，嗯，把药给你可以，不过要救你娘，你也得先救救我们哥俩。你想干什么？疯婆子不吃药，你们就等死吧。走，走。小莲，娘。娘，走，进去。娘，我出去一下，去去就回。
老板。啊，哟，是你啊，大妹子。哎，你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哎呦，大妹子，我的药价一调啊，生意可好多了。上次是我对不住了，我真得感谢你啊。原来是我糊涂，现在想明白了，这个药啊，不一定是卖的越贵才越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来做什么呢？我想向您赊包药。赊药啊？嘿嘿，好说好说，这包算我送你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就这一包啊。谢谢掌柜的，谢谢老板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客气了。谢谢。大哥，草民陈世美拜见公主，不知公主找我有何事？你是有心躲着我吗？我没有，这是偏房，比较安静。我这次来只想跟你说一件事，说完就走。啊，公主请讲。庞虎陷害你，你此番科考的成绩作废，我走了。啊，公主。此话当真？我骗你做什么？明天是发榜之日，你自己看就是了。岂有此理！这庞虎真是无法无天。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怎么办？怎么问我呢？公主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请公主明示。难道你想让我站在门口给你出主意吗？请里面坐。请用茶。陈哥哥，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？公主啊，我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请不要调侃小生啊。那可不行，谁让你不给我机会啊？现终于让我逮着一个，你说放就放啊？公主，我问你，如果这次我帮你的话，你该怎么回报我？公主对我的大恩大德，陈世美今生今世。好了好了，又是这种废话。其实我也不图什么回报，只要你心里记着我就好。啊，敢问公主，这次你是不是要动用私人关系去改动试卷？你也知道世美生平是最讨厌。我呢，只是给你报个信而已，绝不出面。明天一早王丞相就会调动你的试卷，所以今天晚上你得照原样再写一份，让韩琦放到王丞相的案头上去就是了。
重写一份试卷，还要韩大哥放过去。这，哼！哦，大哥，我和……行了，跟我走。请慢，请慢，请慢。公主，来人！是，公主。这个呢，就是这次科考的试卷纸，你拿去写吧。谢公主。韩琦，待会儿就麻烦你去丞相府走一趟了。为我二弟赴汤蹈火，我心甘情愿。二弟，哼，我也是念在你兄弟的情面上，才没拿你问罪。想当年，本宫被你恶意绑架，流落街头，难不成你心中一点悔意都没有？请公主恕罪。既然都是为了陈哥哥好，那就算了。谢公主。秀才媳妇儿，你婆婆呢？她疫病重，不愿出来。怎么也得让她吃上药啊。我知道啊，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。现在只有先把偏方吃着。秀才媳妇儿，你婆婆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个家就全靠你了。现在你对这个家既然能做主的话，那你就听我一句话，你要为你一家人能够活下去想一想。东哥的事过继的正是时候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婆婆呢？你听我说，秀才媳妇儿，过继到谁家都没关系，只要你家人能够活下去，不是吗？三姑，你说的在理。可是我，秀才媳妇儿，我知道你当娘的不舍，可现下得救你婆婆的命，不是吗？你不能不把你婆婆的命当回事儿啊。三姑，您说的相连心里都明白，可这孩子我实在是不能答应呢。秀才媳妇儿，平日还说你懂道理呢，可你现在反而不顾你婆婆的命啊。三姑，随你骂吧，我断不能答应你。你呀，这可是紧要关头，你婆婆的命要是没了，那就全都怪你。我真是没用，已经把试卷放在王丞相府的案头上了，可惜献上了血。二弟，你不用心急，来，你再写一份，
我这次去一定不会失手。啊，大哥，你已经为我受一次伤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再犯险境呢？可是明天早上王丞相必须见到你的试卷，不去怎么办呢？我想清楚了，由我去。什么？你又不会武功，怎么能进得去呢？我准备直接登堂入室，拜见王丞相。秀才媳妇儿，我知道你当娘的不舍，可现下得救你婆婆的命，不是吗？你不能不把你婆婆的命当回事儿啊！香莲，娘走了。你领着东哥和春梅去他们外公外婆家，你是个好媳妇，听娘的话。草民拜见王丞相。陈公子免礼。谢丞相。坐。不必了，草民深夜拜访，实在冒昧，请丞相恕罪。陈公子不必拘礼，何事登门？有话直说。草民此次会试遭奸人陷害，考卷作废。这个本相已经知道，但是考卷被污，已经丢弃，老夫爱莫能助啊。倘若草民补写试卷，不知可否？补写？正是。你可知会试的考试试卷是用特殊的质地制成的吗？请丞相查阅。这考试纸是从何而来啊？是公主所赐。陈世美，今天擅闯相府的人是你派来的吧？是公主的主意，本来想偷偷的放在丞相案头，却不料惊扰到了丞相，草民死罪。如此说来，你宁愿惊扰老夫，也不愿亲自登门了。草民是实在无奈，方才初次下策，请丞相多多包涵。试卷先放在这儿，陈公子请回吧。哦，
吗？王丞相，草民，草民还有一不清之。丞相，草民打扰了，告辞。不过，逢春酒楼初次见面，老夫便愿意将你收为门生。既然你有此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我便以师徒相称吧。学生拜见恩师。好了好了，免礼免礼，陈公子不用着急，试卷的事为师会帮助你的，回去吧。谢恩师，学生告辞。真是篇好文章啊，老爷。什么人的文章让老爷如此赞赏啊？就是前几日公主给我引荐的那个陈世美。老爷不是说她年少轻狂，难成大器吗？呵呵，夫人有所不知，如今她已投入老夫的门下。老夫若助他补上考卷，公主也会感激在心。如此一来，咱们宫中有了人，身边又收了高徒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搬到那个庞文，还不是指日可待？哦，那不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吗？樊老夫人，为我言默，我要将此考卷呈给皇上。好，荆轲状元非我的门生莫属了。走走。
天贴着封条的吗？你娘不是死了吗？这屋不能住人了。我娘没死，我娘她能好的。哟，病成那样了还硬撑什么呀？行，等你婆婆寿终正寝了，我再来跟你好好聊聊那屋子的事儿。几日前，王丞相给朕看了一篇万言书，是由王安石写的。那封信的确是文采飞扬，精辟独到，万中无一。皇上慧眼识人，不知这位王安石现任何职呢？回皇上，在开封府任群牧司判官。庞太师，那你又意下如何？啊，陛下，老臣听说这个人是个怪人，他是举止思维都异乎寻常，而且除去与他本人之外，与天下人都无法相处。陛下当时不是以如此棋蓬四字胜批吗？将他判为进士第四名及第。皇上英明，早已俯察洞明。这孺子在德才方面，老臣就不说了。就拿他衣裳肮脏，须发纷乱，仪表邋遢，坊间盛传他求守丧面而谈诗书，所以今天，臣想给大家讲个故事。庞大师，早朝上讲故事，你未免太儿戏了吧。王丞相，就暂且听听庞太师说些什么嘛。据说这个人一年到头也不换长袍啊。有一天，几个友人同他去澡堂，在他出狱之前呢，有人呢就把这长袍悄悄换成了新的，以示他到底知不知道这衣裳被换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人一出浴池就换上那件衣服离去了，决然不知道。这么说吧，这个人呢，只要身上披上件衣服，就成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个人的确古怪，不知王丞相意下如何呢？皇上自有皇上的想法，老臣不敢妄议。说起这个王安石，的确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，如果不是朕的御批，新科状元就非他莫属了。只不过可惜他的论文实在过于尖锐，而且也难以实行，朕也觉得很可惜啊。这个人真是万中无一的好人才啊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不过朕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像这等有才华的举子实在是凤毛麟角啊。对了，朕突然想起，在这次科举当中有一个均州的陈世美，觉得他的见解也颇为独到，而且易于实行，不知王丞相可有耳闻呢？皇上，老臣已有耳闻，所以亲自批阅过此人的试卷，试卷已经带来了，请皇上过目。好。大意了，中了皇上和王老儿的圈套了。他们今天就是要说陈世美的事，怎么就让他们牵着话题走呢？奇怪呀，虎儿明明说毁了他的卷子，怎么
如此文采学识确实难得，确实难得呀。老臣也是初次见到如此学识渊博的栋梁之才。如此精妙的文章，不如众卿家也一起来传阅一下吧。啊，真是不错呀，真的真是不错，文采不错，是呀，博古通今，确实是人才，是是是是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对。既然各位大臣都说好的话，那今年的新科状元就是皇上。只是金科名次已定，这个时候名次已定没可能啊。没关系，朕亲自监考，名次就由朕来钦定。娘，娘，世妹她此番进京赶考，并能高中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她就会骑着高头大马，敲锣打鼓来接我们的。乡亲们都涌在门外迎接相公，迎接状元兰回乡。娘，我和你就站在这院子外等他。娘，难道您不想看到这般情景吗？这一病一定能治好的，您断不能灰心呐。到时候我和你就可以搬进京城的大宅子里去住了。相公步步高升，相连我在家相夫教子，你就可以亲眼看着东哥和春妹他们长大成人成才。到时候我们陈家也会恢复往日盛况，大家提起来都交口称赞，说我们陈家是享誉京城的书香门第。娘，您可一定要等到那一天呢。啊，好，会好的，会好的。娘，您一定能好的。王丞相，你可真是有办法，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啊，这陈世美的卷子怎么会落到你手里呢？哼，我那新科主考调几份考生的卷子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陈世美的卷子不是？不是什么呀？可你怎么就想起来带陈世美的卷子去面见圣上呢？啊，怎么又知道这皇上今天就会提起陈世美的事呢？那是皇上下的旨意，让老臣调阅陈世美的考卷。皇上下旨？没错。陈世美的卷子不是？是啊，京科考场是有传言说有位巡阅大人
故意把人家考生的卷子污损了，此事尚在追查之中。这损坏试卷，可是蒙蔽圣听的大罪啊。哦，若真有此事，那就是礼部失察了。老夫听说太师的儿子彭虎就在礼部，似乎就是今年的巡阅官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请太师帮忙问问公子，看有没有人损毁考生卷子，若看到了早一点告诉老夫啊，也省得四处追查了。我想犬子没有看见，若是看见了，他会禀报丞相的。那就好。老夫现在还有事，要不我先告辞了。太师，改日到舍下喝茶。告辞告辞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！上回借的钱还没还上呢，还敢来借？给我滚！再不滚，打断你的狗腿！这是炖鸡汤吗？晚上有鸡汤喝了。东哥，奶奶还在生病，这鸡汤是给奶奶喝的。奶奶喝的，东哥也能喝。东哥，奶奶为了救你和妹妹，把自己救命的药都给你们喝了，你说这鸡汤是不是应该给奶奶喝啊？是。东哥乖。娘，鸡汤你怎么都没喝啊？你哪来的钱呢？这汤，这药。娘，您先喝吧，喝完了我再告诉你。我不喝，你说，你说呀。我找地保借了些银子。地保，你借了多少啊？二两。那恶霸他的钱你也敢借？娘，这药都买了，您倒是喝呀。去，快把钱还下。你到底借了几分力啊？三分力。三分力。去，快快快快把这钱还上，要不然咱们这房子。娘。娘要是走了，你要把这房子留住啊，等师妹回来。娘，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们还要这房子干什么呀？不。快去把钱还上，娘没病死就被你气死了。娘，您不能死啊，师妹她才学了得，一定能高中的，你要好好的好好的等她回来。快去把钱还上，鸡汤端出去，端出去。
心儿空呀，丝儿断了，情也了然。风吹了一夜，那是谁安慰？缘会飞烟灭，那是谁？